我上楼了。哦，哦哦哦，二虎，喝奶嘞，来喝奶嘞，喜欢喝奶的别控制。陆毅，你跟我是上来的，还有苗苗，我开门了，你俩谁进来？谁进来啊？苗苗别进来，酸菜在门口等你呢，等袭击你呢。哎呦我去，李宝啊，你学钻山甲呢？我哪钻呢？二虎那么淡定呢，喝奶呀，给你送奶来了。哎呦我去，两个无毛猫正在喝呢。嗯，大帅喝完了，还有偶像在喝，好看，看看好看，我开个灯，哎呀，好看。我开这屋灯不就是要看你，你又跑那屋去了，那我还得开个灯啊。路易进来了，哦，顶顶顶顶顶顶在咱家就是比较低调，总是不愿意搭理我。哎呀，胖虎才来喝奶嘞，最后一个多喝点啊，使劲喝。我去去，要脸不？啊？来看看你长得啊？你是不是老嫉妒人家长得比你帅呀？怎么老看不上人家呢？别以为你长得帅，我就不打你。我李宝，你怎么什么猫都惹呢？我不都老实，不许。你像洪云俊那事儿的，你们可以切磋切磋啊。咱俩切磋切磋，臭不要脸的，长得还挺好看，你说，就是老欺负别的猫。胖虎年轻的时候老欺负别的人，别的猫，现在你说轮到被你欺负的份儿了。好看，好看，在楼上老是没有安全感，要不哪回就是下楼住吧。跟你说话呢，别老隐身。你以为你是 QQ 啊？你摁个屁摁，老撬门压锁的，你是石迁后代呀？啊？苗苗，啊，别进了，进了，酸菜肯定追着你。上次你都被揍的都差点掉毛了吧？哎呦，有胖虎喝完了，好看再喝奶，我得养护好看。要不有的猫欺负好看。嗯，好看，还走了，我白眼呼。宝宝喝点吗？啊，小胖宝宝，不是，好看，你挠啥呢？嗯，谁吐啥了吗？嗯，好看。哎，不知道以为你跟里头谁划拳呢，还一个劲儿出五魁首。每天一上来就十几只猫，就都等着呢，都等着我慰问演出呢。我慰问你们，完了你们给我演出。你怎么站着？你老这么生分，我他本来要出来，完了我一蹲下，你看他就老要躲一边去。好了，我进屋拿个盘儿给你们吃这个冻干儿。